一天不痛快怎么办？喝酒。喝酒二两的量，嗯，来三斤，那就多了。那是，嗯，折腾去吧。你看这仨喝酒去了，哎，这好，这就喝酒去了。打算一个月不痛快，这长了。买双小鞋，小号的，41号的鞋。嗯，你来双39的，小，你出去溜去吧。嗯，是吧？二环三环不管用了啊。那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兴隆桥康庄的怀来县，按地理图那么走就走去了。哦，一个月这鞋合适。哦，哎。你要想一辈子不痛快呢，这个娶俩媳妇儿，真是有生活。你们家有钱是真的吧？有钱干怎么了？对不对？而且把所有钱都给他花了。我继承？哎，为什么他继承呢？嗯，因为他这辈人呢特别的少。啊，我这辈人少。哎，嗯，但是他父亲多呀。你爸爸多，你爸爸多，你爸爸一屋子。我告诉你，整场都是你爸爸。不是，你怎么真急了？废话是，整场都是你妈。我说什么了？还是爸爸多。这个每个人呢都有害怕的时候。哎，人有一怕。对对对，那有的人怕高。哦，怕高。哎，有的人怕水。哎呦，还有的人呢怕火。是。就比如说，我就怕火。你怎么怕火呀？因为我不能再火了。您再火就是火化了。你的兄长没了，猜一个电影。兄长没了。换一个，换一个，说、啊、你的哥哥没了。兄长。哦，哥哥的意思，兄长。我的哥哥。你的哥哥没了。猜一个电影名字。猜电影名猜不出来啊。猜不出来。哥斯您说谁跑我的活？说哥斯拉。哥斯拉是吧？那哥斯拉。一个外国片哥斯拉。最最让我生气的什么呀？是网上很多人，他们说我出轨都没有人信。我的天哪，我为了这个、哎、我容易吗、哎、可以的，我设计了好几天啊。这事儿过凌晨四点我去接他呀。当时叫拜师于老师的时候，我爸在家就劝我、啊、去这个拜于谦老师吧、你知道你师娘多漂亮吗、啊、你什么目的啊？这是好好的孝顺师父师娘啊。那不单漂亮的事儿啊、哦、行，反正都得学，可白净了。咱说点别的行吗？臊死我了都快。行，确实也挺好，搁着于家我也放心、啊、跟于老师的儿子郭小宝，嗯，哎呀，哥俩吗？哎呀，像话。我跟大林也说了，我说你跟小宝就拿他给亲弟弟是一样的。对对，干嘛拿你就是、哎，爷俩这一唱一和的、你知道多开心呢、啊、哎，对，比在清华上学还痛快呢、哎、女版郭德纲，女版郭德纲，他刚刚不说了吗？说好多那个影视圈的女孩都是女版郭德纲，因为幽默或那什么。关键别人说的不是我幽默或者怎么样，别人说是我跟他长得像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污蔑。他们就是拿咱们互相糟践，就是这样。就说你们俩长得像，别互相糟践。就是，就他糟践我。你呀、啊。啊、你就剩说相声了，你长成这样，你不说相声，你干嘛去？吃冬腊月，大雪纷飞。哎呦，冬天！哎呀，那北风吹得我脸上、身上跟小刀子似的。哎呦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哎呀，啊！就在我走投无路之时，怎么样？您出现了，我也好不了啊！不不不，咱们是搭档。那会儿您也把我蹬了，哦，踹了我出去单飞去了。哎呀，火爆非凡！我呀，世界上、宇宙上、宇宙范围内最了不起的相声演员就是您。我是唯独一个造反闹口的。我对对对对，那时候我还得发疯啊，你那会儿是吗？你那会儿你行了，你我都不用发票了啊，名驰宇宙，谁也比不上你。那是这节目大节目你上去呗。哎，我还得彗星了啊，这大会那大会去呗，是吧？你死不死你上去走。有于谦大爷曾经在专业团体做过演员，您之前做过最高的身份，您在团体里边是几级演员呢？三级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大艺术家才三级呀、啊！咱们，您说您让我当这二位队长，当了之后，咱们开始您不是说，包括我们师兄弟儿，您可以问，后台咱没丢过东西，后台从来没丢过东西。我跟你说，后台那狗啊都没用过。你说这狗丢了啊？你看你那狗丢了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呀、啊，大小东来了，后台秩序特别的好。那狗，是因为他心里不平衡，自己退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也是，这句话我记
接下茬。就一句话，自媒体能玩三天。有这么一间房子吧，这么大的屋子，像今天这个演出的场馆啊，今天大概有个几千人，差不多有这么一间房子，有几千个说相声的艺人，哦，相声演员都在这里，全世界说相声的都在这屋待着呢。哦，哎，也有我，也有于老师，都在，都在。突然间我站起来了，您怎么着？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？这事儿不大呀。哎，嗯，假设郭德纲在这个群体里面，嗯，人缘不好，不用假设，这个。好吧，啊，你们年终奖多少钱？年终奖六七十万吧。多少？六七十万。你先站好了啊！你先站好了，我跟我师傅聊会儿啊。哎，别，你干嘛去？别走、啊！六七十万，凭什么我每年的年终奖八十万？为什么？你咋这么贱呢？你应该跟大腕一样一样的，六七十万。对不对，哥？你多出来那一二十万，那都是伙食费。你在那说你师傅郭德纲的时候，你哪来的手？身高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他不在。不是不是，咱说实话啊，那是你师傅，你得尊重点。是的，郭德纲这仨字是名讳，你自己说的就已经不尊重，明白吧？我知道有一点点，是，但是这你拿手还瞎比划，你说你师傅这辈子就是短板就在这身高上。你说你还比划，再说了你就比划高了，看着比我妈还高呢，太坏了，太坏了、嗯、啊！这个我是郭老师啊，郭德纲老师，那是你师傅吗？这是俩啊，我大爷跟我师傅那么多年，嗯，任劳任怨，嗨，我师傅说什么都是点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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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都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师傅说您什么父亲？是干这个，母亲是干那个的，爷爷干那个的，奶奶干那个的。哎呀，干哪个的呀？你老那个那个的，干哪个的？我没法说，没法说，不够播出标准。我们有那么龌龊吗？我不爱听啊，不爱听啊。哦，这于老师怎么了？人家里多棒啊！他父亲啊，于老师的父亲啊，正经，别比划啊，练武术的，身体挺好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小时候就武术队练。嗯。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人给囊死了。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，虾吃水，水落石出，这可有难度啊。好少点，嗯，而且一个字比一个字少。那当然啊，甭跟我对啊，来，我给您对。嗯，师傅压师娘，师娘压床，床压地，地动山摇。去，我又失言了。你有好词没有啊？你有好词，你这是本都话人说的吗？这不是，您一说这上来，我就想起当年在您家生活的时间。就没有这事儿，什么事儿？哪儿啊？这事儿？他父亲嗯，没儿子。对，我爸爸没儿子，有。对，各位，别，搁谁心里什么难受？我难受啊！啊，我最难受就是我。你难受什么？你是什么话来的？我爸爸没有儿子，我打哪儿来的？很完美的解释啊！你甭来这套，我问你呢，我在哪儿来的？你打哪儿来的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我是无辜的啊！喂，你说我刚三十一岁，你都四十来着呢吗？咱俩的岁数不合适。最火的视频是我跟腾哥那段啊。嗯，那倒是。不是，那因为火那不是因为你呀、啊，那是人沈腾火。你蹭人家那是，那倒也是。啊，赶寻口了是不是？这位那倒也是干什么？对呀、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人家活啊。行了，别废话了 啊！真的，我特别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演出，就冲你刚才那样，我现在也特别不愿意。真的？怎么了？乡村爱情姑娘，你这有点过分了。我们是德云社，好吗？我脸上有东西。来时的路。怎么竖着长的呢？干嘛呢？找脸了呗。我给你找个
广德楼，广德楼来的。本来刚才广德楼演看了吗？没有。今天看完谁就过来了？看完张祖南就过来了。看完张祖南就过来了。不能你说的。谁刻的呀？自己刻的，玉有珠宝，会刻碑吗？拿我们当小孩儿了，以后尽量是便宜货别买。铁棍儿，能捅翻我媳妇儿的。送双碗裤子还要握手。您能买张票坐着听我们说相声，已经对我们相声演员很大的支持和鼓励。您说您再买礼物，我们真是心里边就更高兴了。还有没有了？还有没有了？大爷呀，小伙儿，您这个顶棚子哎，也就我给的哦。放在旁人啊哎，我活不了这么好哦。放在旁人啊哎，我活不了这么忠诚哦。放在旁人啊哎，活不了这么忠诚。我比你上学不正经，我没上的不是正经学。啊、你要怎么着？别说冰激凌，笑问的冰激凌。现在给我吐坏，现在给我吐坏。好多人提醒我们，发际线都快到脑后勺了。我们净瞎说，我们这是假发。大办公。一丈开外放这么大一老钱儿，这先等会儿，先等会儿，我爸爸这俩眼是对不了焦是吗？自己对焦，你动对焦啊？真烦人！这咋呢？这个咋呢？你还好啊？咋了呀？你们大爷弄我干啥？你们笑能带我玩一个吗？你们乐啥呢？能不能带我一个呀？带我一个呗！乐啥呢？乐啥呢？好小破皮呀！你现在笑得这么好说吗？乐！五百，好像是五百呀！我的妈！我说一场，挣的钱都买了自己的票。两千买的票，两千买票，你疯了吗？两千的买我票，头一拍多少钱？头一拍五千，你五千了，你五千，你看他，你有病啊你！哎，你咋想的？五千块钱，多少钱一张票？你们一万啊，二百就行。真是花那么多钱看我，你疯了你！你尽量能抢票就抢票，自己抢一下试试，自己抢一下试试。刘阿姨，陪你。徐霄贤的女粉我就讨厌别人说我是演员，演员这个词啊太神圣了，担当，我以后还出去怎么做人？我今年十九岁，平时时间呢都是在二十多岁，不到四十，还不行呢？像我这种将死之人呢，喜欢。